I tell myself that I'm so lucky to be loving you, so lucky to be. 对我来说，东京如果用颜色形容，会是粉红色。如果在这里流动的时间对应成画面，那涩谷车站前匆忙的十字路口和明治神宫那缓慢的仪式感，就相互对应成我的东京印象。我很喜欢看着表上面时针的转动，感觉很像是音乐里的和弦进行。至于时间对我的意义，我觉得如果人是一台车的话，时间就像是汽油，在有用光之前，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为什么超人要穿紧身裤？救人要紧。请问达文西密码的上面是什么？达文西账号。小叮当要出门约会，然后他照完镜子要出门的那一瞬间，他就发现他卡住了。为什么？美叮当。